祝国内外的粉丝朋友们。你干嘛？是我说吗？对啊。祝国内外粉丝。祝国内外的粉丝朋友们。状态快乐。国内外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代表成都猎队祝大家双旦快乐，祝大家在2022年一帆风顺，平平安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